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林亮君林议员。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哦，我们徐理事长、副处长、林区长、还有我们现场有国委里长、中影里长、市会里长、还有各位狮子会的好朋友、再来是我们后镇商圈所有的店家以及现场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午安。徐理事长哦，在后镇商圈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那这边也要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从议会带来的好消息哦。那在后站商圈，等个这么久后车头的发展，就以早到今嘛，咱的批发商圈，老实说，过去哦一直有点被忽视的感觉，但是今嘛嘞，台北市政府都加有一个新的改造计划，所以呢，在咱这个两边的广场甲太原路这条路，在未来会有一个全新的规划。啊，在十二月初的时阵哦，咱的店规吼、理事长吼、咱的协会甲市政府吼，拢有开一个会，在未来要开始启动整个规划，让这边变得加上人文气息之外，还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特色。因为咱有看到，那想讲你这样搞完时阵，还是讲圣诞节到的时候，大家想到要去买什么物件，一定是想到咱后车头。像今嘛，大家有看到，阮有足侪圣诞树、圣诞老公公、圣诞灯。你即马吼，若要买台湾者，就是爱来咱后站商圈、批发商圈，有应有尽有啦吼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带动更多的观光客可以来到这边哦。所以讲，即马市政府有一个计划吼，咱甲理事长吼，甲咱的店规，大家做伙拍拼，啊，我嘛会到斗议会替大家做伙拍拼，争取咱商圈的发展。啊，上重要的是祝大家平安健康，咱大家店家、头家、头家娘咯，生意兴隆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对，再说来干啥？干啥？谢谢。好，紧接着，我们现场一定有好多朋友说哈，咱今仔日的公益演唱会啊，都叫阮的这个历史长毛凤伟哦，啊，今仔日呢，你甲看咱的后幕哈，所有的大卡司哦，咱的一线的我们的女星都来到了现场，所以讲呢，在场的真侪好朋友讲，台上除了我们贵宾致辞之外，今仔日的重头戏就是摸彩，甲着咱来看的，是听好歌，但是呢，很重要的，我们要特别来感谢我们台北市商业处副处长今天也特别来到了现场。